人生路上我不敢休息，因为我没有存款，我不敢说累，因为我没有成功，我不敢偷懒，因为比我牛的人都还在努力。我能放弃选择，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。即使你在排斥现在的不愉快时间，也不会过得慢点。所以不要随意发脾气，谁都不欠你的。学会低调，取舍间比有的是，不用太计较，要学着踏实而务实。越努力越心愿，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，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，所以坚强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内心强大，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